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给你升等，给你升等。我升等了，哎、欸，要不要继续挖？果然他要淡啤酒，他、啊、是不是还要种啤酒花、啊？嗯，要种啤酒花。所以要很多石头吗？嗯，要石头干嘛？现在目标是什么？目标是矿物是吗？目标我们要赚三万，哎、欸，四万块吧。四万块。正在加载，要求哦。为什么这么卡？对啊，哈金要重开。我重开一下。我今天的卡卡。好，重开一下。我去。那我带大家去我的世界看看。那我。这个。说到防蚊液，我之前有讲过啊。我之前在全联做的时候，一个阿嬷跟阿伯。嗯，那个阿伯往他就是阿伯往奶奶身上喷杀虫剂，为什么？他说看看这个防蚊效果好不好，就直接往他手臂上喷下去。Oh my god！ 没有，是杀虫剂，就是雷达那种杀虫剂。他以为是雷，他以为是防蚊。我就跟阿伯讲，阿伯这不是要内用的啦，我不要内用。我说我这喷的西人啊，你买这是西人的物件哦。我说不是啦。被奖励是没错啦。我说你喷在皮肤顶关会暖气啦，啊不你买这工厂啥啦？笑死！叫恁主管出来，我说好，阿伯你等一下。我原本刚开台就打算要开视讯的，然而妆没化完。开台前，对，又可以再说一次了。我刚剪完头发，我刚剪完头发，觉得脸上都是。痘痘碎碎的头发，然后我就把妆卸掉了，然后我就懒得化，没关系，不用化妆也可以开台了，真的。所以开，所以现在开了。那所以你化妆了吗？没有。那刚刚给哦，我吃钓鱼了，哎呦，小鱼，行，化到一半很恐怖哎、欸。你这只有走半边这样子吗？不是啊，就是没画完，看起来就是很像鬼。还是只画嘴唇，还是画额头？哦，我很常只画口红，因为我嘴巴看起来没气色。嘴巴没气色，天哪、啊！你是肤色型嘴唇吗？没有，是就是循环不好，所以看起来就是嘴唇很黑这样。欸、你很会喝酱油吗？没有。我的血黑色素都很重，嗯，我都怀疑真的是我酱油吃太多。可是酱油也还好，酱油没吃多。反正就是，难怪你是番茄酱派。对、啊，我是番茄酱派，奇怪。对啊，你是番茄酱派的、啊，可是我是酱油派的。我是酱油派的，滚滚。好啦，干尸哪个派？什么干尸？你是说维利啊？哪一种？干干的，干当然是干的啊。干的，谁敢讲尸？把他踢出兔崽子群。这一股哦，这一股哦，哎、欸，我换一张椅子了，现在坐起来这样就觉得爽多了。诗没有错，但是不要在我面前讲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吃没关系，就是原地自萌，好不好？不要在那边一直跟我讲，哦，这超好吃，你怎么不这样吃？对，你自己懂就好，不用分享。自己爽就好，对，不用告诉我，我不想知道。给你们看看我的强迫症农场。我开的。好，电竞椅不是啊，这不是电竞椅，这是合适椅。我坐在地上，怎么可能是电竞椅？电竞地毯。你说他那个撑的时候，只要坐在椅背上，万不要把它接下面。对，下面那个撑的那个把它拔掉，这样子。电竞地毯，好贵哦！不行啊，
今天做的铁斧，没有没有，很正常，很顺。哦，我是不爽是我的铁斧头没了。铁斧头。对啊。是 GIF 啊，对啊，你以为是人在讲话吗？不可能。哦，你是说你今天唱歌的时候用那个 GIF 吗？你不觉得 GIF 很棒吗？超猛哎、欸，完全对得上哎、欸，讲话唱歌都搭得上。去厕所然后就人了。对，是偶尔会露馅。我刚刚看到哈基用半蹲的方式用滑行哎、欸，滑行也太帅了，他真的在溜冰对。很帥欸、可是我就觉得今天感觉哈基开了那个卡卡，还好哎、欸，今天下午玩没事啊，还是我平时就这么差、啊？叛逆这么巧哦！不要去帮那个轮椅阿伯啦，来来来，我一定站你这边的，快点快点，把他推走，推在悬崖下去。那阿尔卑斯山有没有看过？啊，还没十二点不能开车，可恶！等一下提醒我十二点，提醒我跟老奶奶有关的东西。准时开车，准时发车是不是。对对对，十二点的时候提醒我要准时发那个有关老奶奶的车。什么老奶奶的车？十二点提醒我就对了。老奶奶的车也发得动啊？发得动啊？准时发车。这个长超级慢，真的长超级速哈。对啊。嗯，行了。等我把我这边这一天过完，我就过去那个世界了。想要洗钻石洗不出来。钻石？我觉得钻石真的没有必要特别洗。好，花野菜我要走，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赶快开那个什么，哎、欸，挖到第二十层骷髅洞窟，然后会送自动采集器，就不用挤牛奶了，好爽。第二十层什么？第二十层？骷髅洞窟，沙漠的那个。哦。所以我们要首先要先有40000块。对。赚钱赚起来。No! 怎么了？我体力过用过多了，体力去吃鱼啊！你又累爆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我又走不动了。吃，身上也带个鱼吗？我顺便带个吃的。学妹安安，哇，有学妹真好。哎呀，我有学妹。OK， 你们看这个里面，你看塞巴斯蒂安是我男朋友了，好爽哦！等下发现来一个世界，一切都是梦。没有，你正在做梦，所以没男朋友。等你醒来的时候就有了。有了，我一直都有了，我一直都有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星期天也要摘面具了。对啊，老天要摘面具了，要露脸了。真的是。不露脸太麻烦了，形势所趋。不管拍什么，就是要戴个面具，这样子很麻烦。就是麻烦。秋风那种还好啊，如果是真的那种，老天是全遮，没办法。老天那种，我觉得秋风真的可以玩，就是说你拿上面具叫，我现在叫秋先生，你戴上面具，人家叫我秋风。这种感觉就是一个上班下班的感觉。没有，我觉得大部分就是不想要影响到正常生活。对啊，你可以讲啊，我戴上面具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签名什么都 OK， 但是戴上面具，我现在是邱先生，我就不在上班，我现在不是，我现在是我很邱，太邱了吧？实况界不露脸的处男，你讲哪小？是在讲啥？哪小？我不知道。
啊，我又忘记去拿我的斧头了。哎呦，跟你讲个东西哦，莉亚在海边哦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可以 自由进出他家，我等在这家等他。好恐怖！先洗好澡等他。难怪他不敢回家。靠北！笑死！我最近发现家里东西被人家动过了，不知道是家里不干净还是怎样。怕怕的。家里有脏东西。什么脏东西？讲这么难听。洗干净的不脏不脏，对吧？对啊，都洗干净了，怎么会脏呢？对啊，黑的都洗成白的了。我太久没戴隐形眼镜了。干嘛戴啊？干嘛戴啊？爱美爱水哦。对啊。阿伯嘞，阿伯送阿伯。我觉得眼镜比较好看啊。不好看啊！就戴眼镜的，你就戴个黑框眼镜啊，然后不要镜片，戴隐形眼镜啊。我觉得这靠别人。我觉得没你没本身没近视的，你戴的黑框眼镜这样子没镜片的，我觉得还 OK。那本身近视，你戴个你就近视戴隐形眼镜，再戴没有镜框眼镜，看起来都很智障。奇怪、欸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看起来超蠢。可是戴了也不会有人知道你有没有近视啊，不讲的话。嗯，可是看得出来你有戴隐形眼镜。哦。早安哦，马来西亚。是因为戴隐形眼镜真的看不到，然后我又不喜欢戴眼镜。呼，我也不喜欢戴眼镜。马一直卡 bug，我马都用斗嘴图的开始跑。跳太快了。我是之前有一次在那边戴隐形眼镜，然后戴一戴想说，怎么有片是不是掉了？就好眼、就在找不到，好想算了，就那只眼睛不舒服了半天，最后才发现戴反了，它在我眼球上面，上面翻上去，它的眼球正上方，感觉是你因为戴反了、欸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戴着呢，你可能不习惯揉眼睛或干嘛，它就跑掉。哦，它一往上看着，然后就一点位移。他过了半天才发现，怕爆。可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他居然这样那么喜欢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你这样子还好没吓到人吗？不然你如果眼睛动一下，人家说你怎么会有两个黑那个黑眼球？一只眼睛里面有两个黑眼球，双瞳。可是就之前就有人就是那种就是实验研究还是怎样，就发现那种很常戴隐形眼镜的人，然后有一些他们就是死之后他们就去算是研究吧，就是眼睛后面都会卡超多片，就是隐形眼镜不是有人卡了23片吗？对啊，好可怕哦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你觉得它掉了，可是其实它不是，你就是忘记拿下来但是不知道，他就黏在上面，就越戴越多。对，他是翻到后面去的，没有，他是已经离开你眼球表面了，他是翻去后面。感谢。对啊，我们都在深入海。哎，你真的不要在莉亚家了啦，他在海边不回家、欸，你要不要来关心他一下？他不回家了，他还在海边呢、欸，晚上11点了、欸，哎。哎、欸，晚上11点了，靠北，我回去了。莉亚，你怎么了？还没有，他本来就是晚上不回家的、啊。哦，是哦，来，我来关心你了。为了大海的声音而来，充满诗意，不是吗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嗯。这句话是我好朋友要来传达给你的，他叫我来送你这个礼物。不、哦，12点了。嗯。那莉亚几点回家？还是就真的不回家？不回家了，不会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。如果刚哭工那一段没有啊，刚哭工那一段就是我刚真的是突然被吓到了。然后刚小雨就说，我完全就很像哭工，我的发。
不是你的脸，因为你的眼睛不是很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然后白白的，然后远远看起来那个只看到头的时候就觉得很像哭工的脸。哈基，我要找你哭哭。你看这有蘑菇。啊，小雨，你没进来哦。还没哦，等一下，我今天还没过完哦。先过完就会去。暴击率提高50%的感觉有点猛。哇，什么暴击率？5万块。小提点。好，就这个。哦，你说战斗？